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彦彤。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竹千金。今天下雨一下很大，彤彤有出去拍一下那个下雨的情况，咱们看一下哦。有雨，那边也有雨。然后再拍一下地上，那个雨滴滴滴在地上的感觉，有没有？这边不太明显。今年还有一个台风哦。它叫什么名字啊？它叫做彩云。彩云哦，它目前在哪里？它目前在菲律宾的马尼拉，然后离台湾多远？离台湾很远，对不对？很远，对啊。我知道很远，它是在马尼拉的东南方1000多公里的地方哦。对啊。它会慢慢的往上来啊，是否会经过台湾不知道了。不过希望它这个台风的那个破围环流能够给台湾带来很多的雨了。我们看一下我所整理的资料，请看。2021年3号台风彩云，5月31日下午4点，但中心位置东经130.1度，北纬8.8度，风速风力18米/秒8级，处于热带风暴。中心气压约998百帕，目前的位置距离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南方向约1150公里。未来趋势，彩云将以每小时12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，朝向巴士海峡，转北往东北东，有可能靠近台湾屏东鹅銮鼻东南方200公里，逐渐减弱。彩云台风的外围环流经过台湾附近的时候，能下更多的雨啊。因为台湾目前疫情蛮严重的，其实下雨也是一种人的隔离啊，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不出来就隔离了啊，这样疫情就会减少很多了，而且台风少一少，那边境口就不见了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了，影片就拍到这里了，好朋友，如果喜欢朱先生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哟，拜拜。还要点赞哦，好，还要记得留言哦。